在这次热血三国的活动中，我们学到很多不同东西。从三国开始前，我们就在练武。过了这几个礼拜的训练之后，大家也越来越团结合作。在攻城略地中呢，大家需要使用最短的时间，想出最好的策略来打败敌方，然后呢夺取他们的领地。 在这次三国活动中，睡觉是让我最难忘的体验，因为它是搭帐篷睡，所以地板会很硬，而且跟家里的舒适度不同。但是这也让我们训练到了独自面对困难的能力。
我是担任武林大会中的编舞者，因为我们在上场前我有叫大家围一个圈圈，加上场一定要有气势，一定要有 power， 一定要在上场做到最满，最后让大家的手放在中间说吴国加油，这让我真的很感动。那么这一次的格宿露营呢，让我学到了很多，像是怎么绑绳结，怎么搭帐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的露营经验，所以其实这个会是我一个很好的回忆，然后就是会一直记得的。这一次三国践行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晚上搭帐篷和白天的炊事活动，因为这两个活动都需要团队合作，虽然说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会有一些误会，但我认为把误会解开了，大家都还是能是好朋友。 At first when we started dancing it was just really hard for us to cooperate together because the boys didn't really want to cooperate with us and the methods that we were using were way too slow, so we decided to change a method and it led to faster cooperation and better improvement in our skills. 那这一次在整活动当中，其实我看到非常多孩子的成长，那一开始难免会比较生涩，比较不知所措，但是在整个活动过程当中，他们必须做沟通，去做协调，该如何有效率的去完成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对于孩子非常重要的养分，因为在未来的世界之中，一个人单打独斗不再是有效的方式，而需要大家一起团队努力。那我相信在这两天的活动之中，学生的蜕变，学生的成长，我是看在眼里面的。那我也相信他们以后在面对更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有更效率的完成。在这两天一夜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团队合作，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是一条心，然后一起去闯，然后虽然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开心，然后有些矛盾，有些不愉快的地方，但最终都很顺利的解决了，然后也都获得了我们大家想要的成果。这次的活动中呢，最重要的还是团队精神啊，不只是老师与学生的团队，还有所有康桥人在这次的活动中，所有牵连进来的所有公司啊，所有的努力才造就的。我知道了，我们祖国得到每一个胜利，我们班级得到每一个胜利，都不是一个人自己得到的，都是所有同学，所有穿着黄色衣服的人，一起辛辛苦苦团结得到的。